军涉嫌谋杀叶剑清这一案，您敢有新的认证还是无证？你甲志勇今晚的何成全人重要，您可以当袂感动。既然伊对阮这么专情，我必须爱采取行动。就是啦，今晚我被总理以被告人的身份传唤，伊已经出庭作证了，极力派人把叶剑清灌油啊！三米台湾牌，一家人，大颗都是。